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学哑语》，表演者马肖胜、何九华。今天换一场啊，刚才是这个徐肖楠啊，徐肖楠，还有这个吴肖庆啊，吴肖庆做了一个，徐肖楠不容易啊，这也是一个老陈宴，是就是站在外边揍，开始揍。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是吗？脑袋疼了，这趴下来，我以前来了，好，这个二位过来问下去休息啊，都把我这个老师哥呀给请上来了，把你哥俩都换上了，我这师哥特别的棒，还有师哥，哎，师哥，哎，对，这好，这有汤姆，哦，老，嗯，是一个定语，资历老，啊，早来两年，我不止两年。您是哪年来的？你甭管了，他可能不太记得，我记不着，记得08-09的，08-09的，哎，到现在还记得，08年末，啊，跨年的那一天来的，人家12年，我老师面试，哎呀，这是叫何健的这个，啊，把它收掉吧，收掉吧，收掉去吧，哎，08年啊，可以说您久啊，我是14年。差不多5年差了好些年了，资历老的一个老师课，原来这么多年啊，也学这四门功课吗？那相声可不就是四门功课吗？展示展示这个坑，坑蒙，那哪四门的？您学的是？我们学的是说学逗唱，学的这个。对啊，14年以后改了是吧？没有改，那不晚了。这四门，哎。也别全让您来吧，您要怎么着？就得学啊啊！怎么着？能学点什么呢？呵，哎，这可能学太多了。讲一讲，学个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盆里蹦的，各什么说话做饭，你要我聋子打岔，哑子打手指，我都能学，都能学。这倒好听，这是这不显摆吗？显摆，这不是显摆，展示啊，展示啊，可以先学一天上飞的行吗？能学行吗？好，天上飞的。学一个改欧，飞不起来啊，飞不起来，没教，海是飞不起来，欧还飞不起来。我上学时候没教这个，我教你，是你怎么教给我呀？我看你学一个，我不是教你给我写字儿啊，完你给我学这海鸥怎么上天。我说让您学海鸥，没让您学海鸥飞。那学什么呀？海鸥谈恋爱。那得俩小小鸟，你跟我学呀？行了，这学不好。你承认你一个小小鸟，那我来听听。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换一个行吗？真贫瘠。哎，后边能学。后边是？我哪知道啊？不告诉你地方。地方的，地方的，我去找一个。什么呀？地方的，学一个区。落差还挺大。区，那叫跑吗？没让人教学，怎么学个区？快点不行吗？怎么快点不行啊？快点不行，真笑啊！这也来不了，来不了。后边能来，对对对，飞速。接一个，嗯，壳潜艇。你这都什么重音啊？这是壳潜艇。当然了，当然得壳潜艇啊。这是啊，因为是核动力的潜艇啊。核动力不是常规动力的哦，对不对？重点学一下这个核裂变。核潜艇都学不了，要学核裂变。学核学得了吗？学都不用学，看见我爸就知道你姓核了。这也来不了。核潜艇真没人教过，真太破了。到核里蹦去，到核里蹦去。骂，骂啊！这个不学啊，这个不学。我给大伙表演一个骂着蹦。卵实在是太特别了，这个其他捧哏能学吗？目前为止没有想到。那让豆哥给展示一下吧，好吗？豆哥压根就不会，那不会他考我。那跟您学习嘛？我也不会，您也不会。但是后边咱会啊，后边
聋子打岔，哑巴打手势，咱都擅长了。行行吧，先给大伙儿来一个聋子劈叉。第二个劈叉了是吧？劈叉，第二天就热闹上了。何秀华表演绝活一字马。好，这玩意儿能上。啊，聋子打岔。好，聋子打岔，说话听不见。打岔，聋子打岔。对，哑巴吃屎。吃屎。谁都能吃，哑巴打手势，哑巴打手势，好家伙，哑巴打手势，耳朵吃字儿也会啊，也会呀、啊，哑语也懂，什么也懂，都懂，都懂，嗯，考考你，又考考我，又来了，乐呀，太高兴了，你没人。你是不是觉得这节目进展的特别快？你马上要下班了？不是这个原因、哦、啊，慢了啊，别说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我知道，嗯、这个我知道。说好，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啊、你考我名词啊？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好，代表意思是好。哦，对不对？啊、这个就是腰好，是吧？腰好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啊，那是肾好。它是一个文言词，是吧？肾好，文言语肾好。看这个，好好。嗨、哎，我以为多难呢，这不就是好上加好吗？这也会啊，这不难呀、啊。看这个，又来了。这我知道，停止。停止啊？模式？那什么意思？这是小蘑菇。这是小蘑菇。小蘑菇。好的呀。小雨伞也可以。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一个小蘑菇。不，金针菇。演一个哑巴哦，您饰演这个角色是吧？哦，你呢？演一个正常的男人。
正常来说我还得演一个，是吧？怎么你演不了啊？我本色就行。你色不色的？不是，就我自己就适合正常的男人。哎，你正常老男人啊？啊，行，就是你主要什么呢？你呀，把我比作这些个翻译大。哦，我说难怪你考我，你知道吗？翻译哑语，因为我是哑巴，我就不能说话了，不能出音儿了，对不对？是我比划，您是负责翻译，那没问题，行吧？我很自信啊。一会儿呢，你打这边来，哦，我打这边来，等会儿，行吗？啊，见面开始，咱们就这样。啊，见面就聊。哎，对了，行，三只都不要，三只都不要。好，哑巴，哎，不是不能说话。这哑巴有答应的吗？有大街上喊哑巴的吗？那我见着哑巴怎么叫啊？见着哑巴，没有想到吧？没有想到。见着哑巴，你也不能直呼这薛县的这么一称呼啊，有点不尊重。对对，哑巴人嘛，你这一张嘴能说话呢，是不是尴尬？哦，那就猜错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人家都比划着点。哦，我也得比划，嗯，能懂。对，对，来吧，对。我觉得不礼貌。哎，没事，我习惯了啊。来吧。哎呀！哎呀！真是哑巴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俩哑巴。那就不行了。俩哑巴不行吗？什么的，可当然不行了。是说我是哑巴，你是正常男人吗？你现在正常吗？你现在分明丧失了母性了。他在有事儿。我没有影射，我就直接告诉您，啊，您丧失了说话的功能。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你说呀，比划这比划再说呀。啊，那我还挺忙的。对，连比划再说，这有多少连脖子累着累的事儿。哦，那我知道。哎，我会知道。哎，从来没演过这活。嗯。啊，又开始了。得接我小哑巴。哎呦！哎呦！对呀！哎呀！啊！啊，这个意思是啊，是吧？我尽量翻译啊！哎呦喂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啊！菊花？怎么菊花？
哎，你年份不知道，要不你说行不行啊？你自己演，你自己翻译多好呢。有嘿，这句怎么这么清楚啊？啊，一阵一阵的，行，咱俩现在能沟通应该是。要这么发展下去，我可以出门介绍你好，我可以好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行，走。我小时候，哦哦，爸，是吧？啊，我小时候，这个哥，爸，哇，跟房柱似的。哦，我啊，这小时候，这腿，哦，嚯，跟房陀似的。嗯，你看啊，我小时候，这腰，哇，哎呦呵，跟水缸似的。呵，我小时候，这脑袋。有
我爸爸没了，没了，过去了，哎呀，过去了，哎呀，什么都不明白，哎，就是死了，啊，死了。我爸爸死没死我不知道，那是干啥？死了不告诉我，然后今天来二楼听相声。到院了，烧纸给他烧出来了，是怎么着？像话吗？肯定死了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对，我杀的，我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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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埋的，我办的。我给他办了，哎，死了！哎呀，喂喂喂，我哎死了！啊，不，我真死了，真死了！什么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！哎呀，啊，哎呀，不是，咱家小时候，哎呀，啊，不有呀，啊，你说老头以前身体好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就死了？这玩意儿岁数大了，而且疾病，脑淤血，哦，哎，啪，不是枪毙，脑淤血，这边，这边有故事，脑子脑淤血，好乱枪打的是吧？没有，就是血统的病，真白。什么都新鲜，看不了白皮，你这这血液上有，啊，就看这就行了，我给洗的白的，我什么油味儿？然后大脑袋，不，没了，哎呀，哎呦喂，哎，哎哎呀，我这没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，这手，俩手是一样的啊，俩手一样，哎呦喂，对，俩手，我啊。哎，反正最后别的，啊，哎，脑淤血，该，哎，那是死他挺多的，哎，还有我们家，嗯，哎，说，啊，个儿比我矮，嗯，啊，戴耳钉，对。啊，把脸堵上！啊，行了，走都这样，这个我妈，哎，跟谁？哎呀，玩儿呢！那可不活着呢吗？不用他们答应你也活着呢。除了您开了一枪，没人冲他开枪。我妈呀，压根儿身体就好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了，小胖子。哎呦，我。怎么着？啊，你见过就完了。啊，不是今儿来了，今儿没来，哎、在家呢。啊，啊行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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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我们家。哎、啊，那谁？那谁？那谁？哎，哪谁呀、啊？这回是平辈。哎岁数比我小，这个啊，怎么了？啊，长头发，哦，描纹呀，我家你这眼睫毛这么长，这眼睫毛啊，啊，红嘴唇，高跟鞋，出钥匙，逮着你，知道吗？别瞎起，你们有人长头发这个吗？我妹妹没有。上桌子啊，没有，妹妹身体好，哦，啊，身体好，你到底哪儿人啊？你这是个串儿。哎呀，反笑，哎呦，我觉得我像哑巴现在。喂，哎，我妹，哎呦喂。三百个不送我啊！我知道，你说我妹今年22，哎，是吧？哎，
记错了，哎呀，记错了，记错了，又错了。哎，我妹妹啊，今年27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妹要嫁人，也嫁一会说话的。我会说话。